哇，大不大？大。哎，趴下。飞哥，飞哥，哎，你有做完了吗？刚刚搞完了，怎么了？有一个很大的鱼塘，里面正在游500斤鱼，然后我不敢跟他谈，你去跟他谈呗。你现在这么没信心了，这么没自信？对。带我去看一下呗。行行，走走走。啊，哎，唐总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小飞哥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唐总，我听小胖讲，这个鱼塘准备卖了是吧？对对对，这已经养了3-4年了，都没干过，现在今年不想弄了，然后就想把它卖掉。哦，这样是吧？那都是吃草的？都是吃草的，纯吃草的。这大概多少鱼呢？这样500多斤这样子。500多斤呐、啊？有不？有这么多？有500多斤。我看唐总也比较实在啊、咱要不你开个价吧？你知道我喜欢包鱼塘，一下包给我，你啥都不用管，等着收钱就可以了，所以我来抽。那也行吧，这样子，要不然再算个5000到5000多一点块钱。5000多一点，咱就5000块，好吧？现在油价也贵，我抽水啊，花好几百，可以吧？行，我直接抽水去了。好，走，小马。今天这个鱼塘的话也是特别大，我们抽水还是抽了5个小时，然后村里人的话这两天农活都忙完了，我们抽水抽了5个小时，大家的话就在这里陪我陪了5个小时啊、小王走呗，直接抓鱼去了。这鱼你知道吗？应该先让它游一会儿，这鱼塘面积还是很大的。小胡，这个大头鱼是真的大，那哎，好猛！这我感觉我被鱼撞飞了，哈哈哈哈！啥？黑鱼？哪条？好了，有黑鱼。好了吗？好大一条黑鱼。刚才就是猫摸到那条鲱鱼，好，下鳊鱼，大宝，2斤多的鳊鱼，这个真大。又来一条，草鱼，钓草鱼可以的，来小胖。他们养的鱼可以哦，估计比较勤快。好肥哦。哎。哦，这叫啥？飞起来了！叫大白鲢。啊、哦！上鱼，上鱼，小胡，咱先上只鱼。上鱼，来吧。上鱼。那个白鲢的话，应该有10斤以上。哎，跑出来了。飞哥，哎，啥？比你说的还要多呀！喂，什么东西啊？查到什么东西了？河蚌，但是特别大。啊，以为甲鱼是吧？空的好像，空的。哎，哇，这条大头鱼。啊，8斤以上这条。哦，这草鱼大。小胖子，盆准备。哎，然后旁边的叔叔，我们有些小鲫鱼的话，都会给他们哈，不能让他们白等我们5-6个小时。哎，大大，你给我。来，小胖子，不要动！哇，这群在这里啊！
对，一块满了，一块满了。对，这几条抓完。好。哦，上鱼了。啊，上鱼上鱼。哇、哦，这鱼太快了，抓的。我估计吃的有个六七百斤。应该不止吧。六七百斤应该差不多了吧。咱最近这运气挺好的啊。是的。碰到的场子特别实在。没发现啊，小花每次不敢包的鱼塘都很多哈。对对对。哎，这条大，哇，可以吧？哎，哇，这么大黑鱼，对，这条黑鱼得有几斤了？我这真的三斤了吧？哇塞，这么大，我抓都快抓不住了。黑鱼，这边行吗？这还有一窝，这窝放完又可以上鱼了。哎，什么？这么小的草鱼吗？我以为啥鱼呢？这个，哎，我们刚那两盆上了多少？应该有个两百斤吧，差不多。我要上鱼了。又要上鱼啊？再多抓点呗。来，往前推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哦，一锤！这样大了！哇，这样大！黑鱼好大，拿了拿，快快，好大一条，黑鱼吗？就在我脚脚那脚那里脚那里，你看了，摸到了吧？摸到了，哇，大不大？大，哎，趴下，哎，